闯一闯，我们志气要比天还高。云啊轻轻飘过来，梦中轮廓一点点透露出来，飞吧飞吧，飞过黎明和夜晚，啦啦啦啦，风啊轻轻吹过来，梦想翅膀流星天空中划过，穿越时空回到这梦想的地方。钱这么贵，分明就是抢劫嘛！最近新星球的治安怎么变差了？听说最近新星球被你们搞得治安很差，谁想出这样的馊主意？报告司令，是我。太好了，这个是我见过的最完美的馊主意了。好。啊！小小官下士，我升你做将军，继续实施这个计划，把新星球弄得鸡犬不宁。这是你的将军令牌。司令，其实这个计划……大道怪，你从今天开始听从小小怪将军的命令。怎么会这样啊？没事的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小小怪下士，还是你对我最好啊！从今天起，请叫我小小怪将军。最近新星球街上经常出现偷抢现象，接下来访问一下受害者。抢匪太没良心了，他抢走了我的钱包。抢匪太没良心了，他抢走我讨饭吃的碗。抢匪太没良心了，他抢走我的男朋友的假牙呀。博士，你看到了吗？看到了。嗯，没想到桃子姐姐做采访时这么漂亮。哎呀，我是说，新星球治安越来越乱了，我们该采取点什么办法才行呢？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我知道了，博士，我会肩负起保护新星球的使命的。刚才没有说话呀，是我说的。灯泡老板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没听我说吗？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身为新星球富豪榜排名第二的我，当然有责任亲自来收电视费。快交钱。小小怪下士。哦不，小小怪将军，下一步计划是什么呢？当然是坏人必做的四大方法：抢劫、伤人、放火、绑架。那本好像什么破坏治安攻略的书里就是这样说的。小小怪将军，你连书名都记不清，又怎么能记住里面的方法呢？谁说我书名记不清？书名就是好像什么破坏治安攻略的书。抢劫、伤人、放火、绑架。抢劫我们已经试过了，今天就从伤人开始吧。大大怪下士，我命令你躲在墙角，等这个人过来就行动。你们在干什么？
了。别怕，我们两个，他一个，我们占优势。实在抱歉，请原谅。哈哈哈！你看他怕了，向我们道歉。谁怕了？我在喊人。我叫实战。我叫抱歉。我叫请原谅。我们是蒙面三人组。我要成为罪恶克星，阻止一切罪恶发生。喂，你占了我的位置。这位置是我的才对。你的地盘我做主。这地方是我的，是我的，是我的，我的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开心可乐。大大怪叔叔，你没事吧？最近星星球治安很差。是啊是啊，治安突然变得这么差，肯定有人在背后做策划，一定要抓住幕后的主谋。是啊是 啊, 是啊，应该要抓住幕后主谋。你们别装了，我早就看出来了，其实你们就是和我一样出来维护治安的。那大家就一起努力吧，我去别处侦查一下。大大怪下士，我们实行下一步计划。放火。新闻报道，近日来连续出现几场重大火灾。做得不错。小酒馆，果然没看错你。等成功占领星星球后，我就升你为副司令。哎呀！火灾已引起星星球居民的恐慌，许多星星球居民正考虑离开星星球，星星球酋长正准备出面安抚人心。再这么下去，我永无翻身之日。我一定要想办法阻止小小怪的行动才行。你还愣在那里干什么？还不快去准备？准备什么？我要绑架星星球酋长，你快去准备一下。哎呦！开心超人，只有你才能帮到我了。今晚八点，有人绑架星星球酋长。小小怪将军，时间提前了。对，计划有变。情报说，酋长就在里面。我们提前行动，一脚踢开门。进去以后吃个饱，喝杯茶，然后神速的绑架酋长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哦，嗨！小小怪将军，原来按这个键门就会开的。你不能说。星星球酋长被绑架了！我们什么都没有的。对，我们只是路过。那是酋长。有人也想绑架酋长，肯定是我们的计划走漏了风声。我没有告诉任何人。放开酋长，不然我们就不客气。Uh-huh.
好了，终于可以把酋长带走了。大胆怪叔叔，小小怪，太好了！你们把绑匪都抓住了。新闻报道，两位英雄，被酋长授予罪恶克星的称号。在两位英雄的影响下，星星球的治安变得比以前更好了。笨蛋，小小怪，让你破坏治安，怎么你还救了星星球酋长，做了罪恶克星？你以后再也不要做将军了。大大怪，你继续领导，要想更好的计划，占领星星球。是，司令。小小怪将军，去给我倒杯水来。是，大大怪下士。我们闯一闯，我们志气要比天还高。